传说从天而降一位小天使，不说一句话，他的身世永远是秘密。他没有一个名字，只有透彻的眼睛能阅读你的心情。听说谁遇上他永不能忘记，他颠倒众生，用的是最动人的嗓子。他的歌感人至深，他唱出天籁之声，他就是音乐女神。我的精彩，我的未来，有没有让你为我静静地期待？我的心愿，我的歌声，有没有让你为我停下来细听？停下来，心